车门，我把那个袋子放到车门上的，好像不是，走吧。没看到袋子，但是方向应该是没有错的。算是失败了，兄弟们，没打到。火是燃了，东西没打到。我得想办法先出去。我就找了两个字儿，我现在应该是在现场的。刚刚拍到那个假人没有，兄弟们，拍到没有？就被钉在上面。就拍到个假人，我看有人带节奏说假哦，他妈本来就是个假人，你跟我说什么假的？你跟我讲怎么假的？像是砸过去了的，哎，没门了，像绝对砸过去了的，你们有听到当当当吗？像砸飞镖一样的，但是旋火位居然打歪了，打不着的是玩意儿的。这是迷宫，兄弟们，我得想办法先走出去啊！这下完犊子了。看来本来想的是他附着的这只娃娃，我们把他打死，不就顺便把他烧了吗？这一下娃娃没烧成，出来了。有可能把他本体放出来呀、啊！他本体是什么东西呢，兄弟们？啊，找到了，来！是森林狼，没有错了。我去，今天咱们没办法说。